八达台将于12月24日至27日的冬日美食节有展销活动，大量美食和健康食品以供选择，包括有健康不添加糖天然果干、知潮人气食品、日本和韩国直送蟹膏。现场熟食有韩式鱼蛋和劲辣港式鱼蛋、泰国特级靓虾头，压轴的还有王牌健康食品健康四小宝、敏迪、肝宝、老健。请于展销期内来到香港会展 3D 28号展位选购啦。大肥看天下，哇，真是忙到甩碌啊！同埋咧，多谢好多人关心我健康啦。其实都系差嘅，因为咧朝头早六点半起身出门口，每朝都系，星期日都系。咁啊，要兼顾自己嘅本业啦，兼顾网台啦，兼顾港珠澳嘅车牌啦，因为应承咗阿 Benson 啦，咁有啲网友有兴趣嘅，咁啊谂住一镬过啦，咁带你哋自己去搞啦。又要兼顾呢个美食节啦，因为美食节咧，我哋就其实都一个宣传推广四小宝同埋嘅嘢嘅啫，咁希望大家嚟支持一下啦。咁我哋会喺现场咧即刻送一啲一本咧叫《徐化谱》嘅杂志俾大家嘅，即系关于帕金逊症嘅。咁佢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嘅关于我哋嘅健康食品嘅专栏嘅。咁呢本书咧本身就已经唔系喺个上个月嘅15号本身系出到，但系个发行执笠，咁啊走咗阿 Benson 哥50几万，咁啊而家就重新再发行，咁啊要同步啦，即系会展呢段期间，咁我哋就送书，咁咧就系 OK 71就另外卖啦，咁咧就喺 OK 71卖嗰啲咧就有嗰个试用装嘅，因为贵啊嘛，咁我送书就冇啦。咁如果大家咧就想对呢啲嘢嘅资料啊可以上嚟，咁会展咁我揾咗 Tony Wong 咧，即系佢系对植物提取物特別有認識嘅人咧，講解俾你聽咩症狀食呢啲，點樣食法。而25号咧就阿紅爺，即係話白食嗰、那個，就應承晏晝過嚟，就同我做一個晏晝宣傳，因為佢都唔得閒嘅，佢喺大學講師嚟嘅，大學講師嚟嘅本身。咁咧佢就聖誕節25号晏晝佢過嚟，咁啊同我做一個，今日買個人情俾我啦，咁大家咧就可以睇到佢之前嗰張相同而家張相，同佢而家個樣咧個區別啊，啲白色啊變曬粉紅色，食咗兩個月，食咗8樽啫，咁你哋可以嚟睇一睇嗰個效果可以去到邊度，咁如果有需要嘅，未聖誕節買俾老人家啊、保健啊，或者細路仔濕疹啊都有用嘅。其實呢幾日都開始買得多。講到呢一度啦，講翻正經，因為好耐冇講香港政治噶啦。咁其實因為唔得閒，冇睇就唔好講，冇發言權。咁但係我亦都知道講政治嘅嘢，而家一潭死水，冇得搞好似香港人好似覺得冇得搞。咁呢轮呢都虽然唔得闲都同緊个朋友呢倾过，因为成日佢跟住我车死真係去呢就倾咗好多唔同嘅话题。咁今日做节目再讲一讲啦，多谢大家关心我健康啦。有啲人话你健康咁差又唔见食四小宝帮到你，咁四小宝系对于癌症，敏迪系对敏感症状，肝宝系对于肝。伤风感冒压力造成的原因是医不到的。我们讲那样东西那粒不是仙丹来的。所以多谢各位网友啦，留言给我啦，真关心又好假关心又好啦。那有些人说港珠澳车牌你包啊 ,50万，但是不是包70万不到你赔先。你是不是现在拿50万来帮衬我啊，屌你老母。唔系想屌你啊，系你唔屌唔得啊！我有讲过话实赚嘅，冇讲。我话只不过话有人帮衬，我介绍你去。我话你哋自己直接交收，我佣金都唔要。啲网友上嚟问我点样，我话我自己会做，
做一个但要排四五个月，价钱平好多，平十几廿万。我会自己做两个俾自己，但系买卖系你哋嘅事。啲人话同我一起做，我都话唔好。如果我做咧，因为我要去好多次，七八次，咁我赚你钱就梗噶啦。因为我真系要做啊嘛。好似而家咁，你哋买卖牌，我介绍你识，你哋自己一手交钱，一手交牌，啱唔啱啊？做生意有风险，我唔系卖永年亭啊，包你出年丢你咁三十万啊！屌你老母，你都唔捻用脑嘅，你讲呢啲，我赚你钱啊！屌你老尾，真系喺网上打飞机唔系咁样打嘛？你憎我讲事实，如果你而家出边有啲人买，即系讲紧话六十万、七十万现买嘅，咁你自己计计条数，值唔值博？Bitcoin 啊，都唔包你升到两万美金啦，而家跌到扑街，个个笑咗齐齐，跟住又话老师系登啦。嗰阵时话呢个乐视啊打败 TVB 啊，将来系乐视嘅世界，卒之而家乐视清盘执笠，香港嘅老师系登，跟住前几日佢又话哎呀 Bitcoin 计咗条数啱嘅，我唔讲啊，我唔识啊，跟住呢几日跌。哎呀，老少登死咗 Bitcoin， 都唔知讲乜嘢。啊，我真系要为老少平反。乐视佢嘅做法即系等于 Levis， 即系嗰类型嘅嘢，佢系啱，不过进取得滞啫。乐视系改变咗成个大陆嘅生态，因为第一个俾版权。买韩国片买外国片的就是乐视，令到大陆的东西知道要买正版，灌输一个知识给大陆人，开创了就是说原来你要在网上你播一些片是要给版权的。他失败了一件事，但是他真的零零舍舍开创了大陆另外一个文化，所以现在大陆很多的网站爱奇艺又好什么都好要给钱的。会员制俾钱，优先睇一啲电影、电视，咁样先能够保护到呢个创作，即系唔好好似嗰啲咁嘅湿鸠网台啦，唔想讲是非，屌你老咪，日日就话人哋，屌你 cap 举头，佢老母佢自己咧就卖嗰啲咁嘅死人机顶盒，无牌嘅，屌你老母就翻墙翻人哋嗰啲，我哋唔做呢啲嘢啊！我冇话永念亭，唔系我冇话港珠澳，即系我话合理期望一万个，你可以自用噶，唔买又如何？我亦都冇叫你哋买，不过我话 Benson 做四个，佢有啲老友要买，我话我顺便，既然系咁，如果有人有兴趣嘅，你只计咗每一个上嚟同我倾嘅人，我都同佢讲呢番说话。有个姐姐同我讲。阿大匪同埋另外一个朋友，有个网友见过几次嘅，佢都话我信你嘅咋，我唔好信我。你哋一手交钱，佢接连随转名俾你，系嗰买咗嗰件嘢，唔好话俾手续费几多几多几多，一买一买最好，买咗嗰间公司俾你，你嗰间公司有呢个指标。清清楚楚，我带你哋上去一次，顺便我自己。要抌低钱俾佢帮我做牌，做牌系另外一件事。咁有啲网友话平咁多，走嚟问我，其实我唔想讲，因为一买一买对我嚟讲最方便，即系你计咗条数啱嘅，你咪买咯。你投资又好，我嚟等资产增值又好，或者买几个又好，其实唔关我事，唔买都冇所谓。啊，咁我自己话我同我拍档一人做翻个牌两个。就是咁完咗件事啦。咁啲人话喂做牌点做啊，我都详细讲咗俾佢听做牌嘅手续系点样做，个价钱系几多，系距离同买卖牌好远嘅。咁有啲网友话我信你㗎，我唔介意俾你赚钱啊，你帮我搞啦。咁我话如果我帮你搞系要一个好漫长嘅，要四五个月嘅事啊而家。咁如果你等得嘅咪齐齐做囉。
我自己都会投入嘅。咁但係因为要做牌係要搞公司啊，搵车啊，转名啊，大陆啊，缴税啊，啊缴税啊，去工商局啊，注册啊，各样嘢慢慢一层一层正式规范，根据佢嘅程序流程去做。咁要上去好多次大陆。咁我就赚你钱，就唔好似啤哩猫话头梗啦，唔係。我一定要赚你钱㗎，我唔赚你钱我冇得做啊。因为我嘅时间冇免费午餐，网台可以。咁你有权唔俾我做㗎，真係唔好㗎，我都唔想做。因为我有个责任喺度，你买卖我冇责任，我介绍你，你自己认为几多钱，你有本事捻到那个卖牌那个捻到佢十蚊俾你都冇所谓，你捻到佢得㗎啦。钱跟你哋自己议价，我只不过提供个参考价俾你哋，你哋认为买咪买囉。係咪呀，即係呢唔係话劳气。即係有句说话讲得啱，有几个叫做湿鸠网友喺啲 WeChat Group， 人哋嘅 WeChat Group 度搞我。喺度屌鸠我各样嘢，又 cap 图又剩各样嘢，其实冇所谓。话我唔回应你，回应咩一个 group 人哋㗎，你都唔尊重人哋个 group， 唔尊重人哋嗰个 WeChat， 你做人有问题啦。系咪啊，喺人哋地方嗰度屌你老母，你唔妥我上嚟网台屌鸠我得啊，我日都喺度。你约时间嚟都得。大人大姐屌你老尾唔回应你，而家你上嚟都得。我喺会展开档，你日日嚟都得。不知所谓，阿法温哥讲得啱。不与宁与英雄论长短，不与小人争高低。Benson 讲得啱，喺个 group 度。小人就係小人。你是咩人，你是群啲咩人。好简单嘅啫，你是哪一种人你就群哪一种人。啱唔啱啊，我都话啦唔买。我唔系啤哩妈，我话屌你老母唔买，跟住你屌你老母啲好撚笋啊你嚟，我唔系咁㗎。好闲咋嘛，我又唔係做靠呢啲搵食嘅。吓，我个人係一个赌徒嚟嘅。我唔赌钱，但我一个天生赌徒嚟嘅。我揸住一蚊嘅嘢，我諗住博一百蚊做生意。揸住一百蚊我望一万嘅。做乜嘢蚀少少好啊，行住先。冇諗过嘅我都行住先。睇下做唔做得成功。做唔成功输咗，屌你从头嚟过。我一个赌徒嚟嘅。好似呢啲做美食展我未做过。好多嘢甩流，到而家都甩流，日日都好烦。我俾我而家网台嗰啲伙计啊，拍档啊，泥头车啲拍档屌到我扑街。大肥屌你老母，你搞呢啲乜乜。我话得唔得试做一次。出年有咗个认识嘅，再做唔同。我今日都仲扑紧货，因为有啲供应商甩底，明明同我应承咗21号到货俾我，而家甩底到唔到。我而家都谂紧美食节，我而家嘅货底可能唔够埋，除非卖四小宝啦、敏迪啦、长卖长有洗头水啦，但系食嘅嘢，我而家都担心唔够。我今日仲做录节目呢一刻里边，我仲而家扑紧货。令到我身边好多人好忙啊！呢几日好过喺网上打嘴炮，有啲意见，即系咧，我觉得应该听啊！呢节讲是非啦，唉，唔捻到讲政治，屌你本身想讲袁国强，回应下啦，系咪啊？做人，我打开门口做生意，食四方饭，我自己叫自己系边一个人，我都嚟尊重嘅。啊！你搞我或者你网上我睇唔到啊！你呃我入啲 group 度，我转头删咗佢嘅啫，睇嚟把撚咩？
是不是啊？我怎会跟那些屌你老母在要日日屌你老母在想着回上大陆住那些孭两罐奶粉赚38元的人，不是36元的人来计较呢？日日过关我孭两罐奶粉人来收，哎呀我赚了36元。我怎会跟这些人计较呢？想办法屌你老母，哎呀你信我啦，你信我啦，屌你老母给200元我啦。点会同呢啲咁嘅计较呢？即係每一个人有自己嗰个身份啦、啊。我唔係话睇小人，而係我都话啦，你系咩人你做乜嘢。我上次我去台中，我见到个仔，个仔话留喺嗰度读硕士，留低喺台湾唔返嚟。啊，跟住呢就諗住喺嗰边呢做台湾做咩生意做咩生意。叫我支持，我就係咁同佢讲啦。我话阿仔，你系乜嘢人做乜嘢嘢，你要了解自己，即系我系一个赌徒。人人都知啊，喺呢度个都知。即系我认为你讲咗啲嘢我觉得可行，我諗一諗有机会我就做啦。所以先至有四小宝，有洗头水。同香港代理攞嘅，人哋赚咗你个牌子唔系我，但我觉得佢有用，有用佢自然买得到。有用最紧要，咁我咪订货咯。我啱啱又攞咗200支，真金白银俾晒所有嘅钱等人嚟。系咪啊？讲珠澳牌，即系有个人，我唔知系咪我啲网友啦，喺 YouTube 嗰度啊留言啊，啊话佢专做乜乜专家啊。第一，你留呢啲。你唔尊重我，系咪？你应该问下我，喂，我推广我自己讲咗，我唔介意你做，我真系唔介意，全部掟晒俾你做都得。你上嚟同我讲，喂，系坚噶，咁样做手续，屌你老尾，你后边嗰个系边个？个港珠澳牌点样申请？咁得。你嚟做节目，帮你买，我真系冇问题、啊，因为我都学唔赚呢啲钱，因为赚得几多钱啊？做蛇仔系咪啊？但系你要你唔你喺度留资料，搭顺风车，我系驳好多网友噶，我有驳人噶，其实我言论自由，你讲咩我都得噶，你闹我日日屌我，我真系冇所谓。但是唔好喺我嘅地方宣传你嘅嘢，係宣传你要问下我好唔好。好得。即係每一次我问阿方丈，我话喂佢嗰段圣诞歌好喎、啊、可唔可以俾我播啊，我要问佢啊。好啊。你播啦，帮我推介一下啦，好啊。好似我自己本身諗住摆上去微博，摆上去优酷呢啲频道，想帮我哋啲节目唔会摆㗎啦，粗口烂舌冇营养。好似伊斯兰呢啲节目啊，虽然低收视啦，好似阿仙人啊、阿荣少啊咁有心做啲节目，我想扩大佢哋嗰个群众基础，佢哋唔牵涉政治嘅，我想好似军武戏言呢啲係值得想办法去帮个主持做大佢，所以我摆上去。但系我摆之前，阿仙人讲得好啱噶，佢话：喂，我同佢讲，阿仙人同我讲，你俾咗居马费我噶嘛？啲片系你嘅，你中意点摆就点摆。我唔系嘅，虽然我即系钱少啦，400元一个人头啦，唔怕讲，个个上嚟做节目喺巴打台，我都俾400元人头。你三个人咪生计三个咯，系咪啊？拍嘢剪片定计啦，嗰啲我噶啦。咁我都话啦，你上嚟做有心，即系 view 数高低唔系最重要，但系我唔识嘅嘢你带到俾我，等我知道嗰件事。星期二得到就另外一件事啦，因为系柴娃娃成班朋友啊，中意鸠噏咪鸠噏咯，
啊，讲自己相信嘅嘢，讲政治闹乜嘢人都得。而家仲有一分钟，继续讲埋佢啦。即系个问题喺呢度，吓、啊、有啲人真系想做，想带到啲信息做得好嘅，我哋应该想办法去帮到佢。而有啲系为兴趣嘅，啊，好似阿大英咁，吉腾讯。咁啊！人哋公关公司出警告信俾我，行个立秋啦，屌你老母，接埋佢抌捻咗个垃圾桶啊！唔使理佢，系嘛？一笑自知。我哋做我自己嘅嘢，相信嘅嘢，自己都好，问一问自己系咩人，做乜嘢，系咪啊？每一个人都系啦，我同我仔都系，我一个赌徒。所以我做緊嘅嘢合乎我嘅性格，我肯搏，未做过唔知。韩国蟹膏未嚟，试食咗 OK 订。咁喺度讲多少少，阿子源啊，开张喺百花街1月9日长兴记啊，即系喺度恭祝佢啊，开张大吉，生意好。咁到时我捧场。我答应了派饭我不忙，因为我最主要不是想着派饭，我是想着将盒热辣辣的饭亲手拎给老人家，即是大家帮下手跟他们聊天，不是钱问题，人手时间。那我就复了子源了，他开张1月9日10:30百花街长兴记啊，米芝莲啊，一星食店他加盟做了。那我呢就到时可能我联络谭香文，自己冇能力派啦，咁可能我同阿子源买50盒，啊或者100盒，啊送落去钻石山、啊凤凰新村啲老人家，叫阿谭香文帮我派，由呢一度开始做起，系咪啊？唔好为200蚊几蚊做埋啲咁嘅嘢啦，哎大家唔使老友噶，你最紧要入200蚊俾我，即系呢啲嘢真系我真系做唔起啊！多谢大家。下次翻嚟，我初相识嗰阵时咧，成块面都红卜卜嘅，有牛皮癣有成。食咗敏迪之后，嗰、那个情况点啊？食咗已经冇咁痕噶啦，哦冇咁痕。咁啲皮肤个滑正程度系咪好咗好多咧？翻面就争好远啦，翻面就争好远。咁之后人系咪自信心大咗咧？基本上本身都系有啲嘅。你食敏迪咧，食嘅剂量系食几大咧？通常都系我咪食4粒嘅。哦，咁你即系你都唔系十分严重嘅啫，基本上系咪？因为我有啲网友咧系银屑病，我都要食个8粒。因为佢即系直头要爆头嗰只噶啦，已经去到好严重。对你嚟讲，你最大嘅改变系乜嘢咧？去到我谂肠胃最大改变，肠胃最大改变，即系除咗牛皮癣之外，其实我原来咁多年来都系有呢个肠胃敏感啊，即系肠敏感啦，即系好容易肚屙嗰啲啦。系啊系啊。敏迪其实个原理上咧，即系所有敏感佢都诶去可以有帮助，基本上。咁而家就唔会话成日肚痛啦。系啊，以前一饮到啲冻水就会。即刻肚痛即刻嚟啊！仲有你啲皮肤质素都系改善咗好多噶，咪冇咁红咯，冇咁红。咁系咪沟女咪易咗咧？未试过。今日咧健康解码咧，我哋请咗黄小姐咧，就分享佢咧食咗敏迪之后嗰个情况系点样啦。你好，我系黄小姐。我咧就应该2-3年前咧，俾啲蚊咬啊，俾蚊咬完之后咧，就唔知点解咧，佢唔好之余咧，仲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啊！即系将个伤口咧越嚟越大，系咁化开咗佢，好厚咁样咯。变咗你真身咧，嗰啲肌肉咧好厚，嗰只达达咁样。系啦系啦，而家系变得细达咗好多。其实我系2个礼拜之前上嚟食饭，咁样买咗支敏迪嚟试嘅。食咗2个礼拜之后咧，觉得 OK 嘅，因为收细咗啦，同埋冇咁厚啊。咁咧所以要今日再上嚟问。我谂我呢2年嚟讲，搽咗好多药膏啊，10只8只都有噶啦，消炎膏啊、类固醇都搽，即系用咗好多药膏。都唔得咯，亦都去睇过医生噶，都唔得。我冇谂过呢几粒系叫敏感咯，好在你介绍俾我咯。